捞解未啊，西？咩话？捞解未啊？差唔多啦。而家已经耗尽呢个七成体能，可能阵间上落去有呢、這个天珠啦、眼镜蛇、眼镜蛇啦、眼镜黄蛇啦、金脚带啦、我知你、珊瑚蛇啦、小灵猫、大熊猫啦，老虎，亚洲象，亚洲象，赢，大颈佬，哇！我哋上次去睇嗰个咩生物多样性嗰、哦那个博物嗰、那个博物馆喺港大入边，嗰、那个有个长颈鹿嘅骨头，其实佢嗰个骨头都几，即系嗰个样几凶猛。你拍緊咩呀依家？拍緊呢個蜘蛛。你會唔會為蜘蛛創作一首 rap 歌呢？咦，都可以係一個好嘅主題喎。有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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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蛇。哇！冇咁近啊，嚇走佢啊！嚇死人，好刺激啊！嗱、啊，咁呢條咧，又話呢條咧變咗音，呢條叫台灣小頭蛇，冇毒嘅嚇。咁佢咧都幾温順嘅，係啊。咁咧佢嘅食物咧就唔係人，咁所以咧佢唔會咬你嘅，只要佢走到嘅話。係，咁佢又中意食啲壁虎蛋啊嗰樣嘢。佢牙齒有個特徵就係可以破開啲蛋殼啦。係咁，所以每樣動物咧，即係食唔同嘢咧，佢身體上面就會演化出相對應嘅一啲特徵嘅嚇。喂。哦，有条壁虎啊！哇，佢条尾咧，系咪想引诱我哋啊？佢哇，嗰啲保护色都好劲。呢条中国壁虎，跟住入边咧，其实仲有另外一只，诶，走咗，摄咗入去喎，其实系青蛙。Lot of boring math later。哇，到顶啦，我哋见到个公厕灯，蜘蛛网啊！Andrew 最驚嘅蜘蛛，哇哇哇哇哇！其實有時啲蜘蛛網黐喺路邊都真係用最最少破壞嘅方式行過去啊！咁但係俾大家睇下呢個路牌啦，係哈頓道，係啦。咁左右兩邊就係下道同埋路吉道啦。咁睇下大家想去邊度咯，即係都係兜一個圈啦。不過路吉道就有個靚景可以睇到，我哋開始沿住呢個路吉道開始行啦。我又賴低咗阿西，蝴蝶湧有咩咁值得驚訝呢？唔通係好多鵝似，唔係好似蝴蝶湧嘅個樣。哇！俾人踩喎，有条蜈蚣，哇！好惨，应该俾人踩喎，真系爆晒光。系因为蜈蚣有毒，所以处理嘅时候都小心啲啦。你见佢依家其实可能即系可能唔喐咁样，但系可能你一掂佢咧，佢又即刻喐翻，所以真系小心啲。啊，喐啊喐啊喐，其实都几惨。但系大自然就系咁啦。一樣動物的犧牲會成為另外一種動物的食物，或者都有它不同的功用。但是很遺憾，這條蜈蚣受傷看上去都像是人為的。 5 minutes later， 這個是不是最靚的？這裡好像都不是，不是啊，這個一般。這麼辛苦走上來，大家覺得值不值呢？哇，看看
几开啊？卢吉道嘅卖点啊！哇，西日正唔正啊？头先睇完，好耐冇睇过呢个维港嘅夜景啦，真系，即系平时你都唔会点样留意嘅。我哋今日要行嘅就系香港人嘅后山，系就系一个太平山，系属于大家嘅，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好珍惜同埋爱护啦。个个人住嘅地方都有后山。呢、这个太平山就是最大的后山，系咪？或者对面狮子山都很大嘅。你知唔知道当初点解要起呢条卢吉道？系咪俾啲打仗？应该就话纯粹个风景好靓。嗯。咁啊，要整条好有好悠闲嘅一个风景区咁样啦，类似啊A4A 级咁样啦。有冇人試過？真係好似我哋咁樣用呢個維港做背景喺度，一路行一路做一個清談節目。誒、有嘅話就可以 comment 啦、like 啦、subscribe 啦、share 啦、撳埋個鐘仔啦，俾啲支持，最緊要支持。咁我哋咧就更加有動力咧，就去繼續去行唔同嘅後山啦，即係介紹一下嗰度嘅嘢俾大家食。就嚟行到尾啦，呢、這个见到个石狮子，呢、這个系旧电车公司、缆车公司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搭的士啊、搭巴士就到期时自己揀啦。我哋依家今晚都好夜啊，都唔知道有冇难唔难搵车落去。不过山顶呢啲应该都唔难嘅。嗱，咁咧。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片啦，咁啊入邊有啲唔同嘅動物啊、生物啊，大家都見到咧，要好愛護啦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最重要係自己垃圾自己帶走、啊。自己垃圾自己帶走啦、啊、好，如果有啲咩 comment 都可以喺下面留低啦，記得 like 同 share、subscribe 我嘅 page 啦，咁記得同大家再分享翻我哋條片啦。咁我哋下次見啦，咁啊拜拜啦，拜拜。Bye bye